小程，快叫爷爷。爷爷。哎，好，来来来来，让爷爷好好看看。哎呀，这孩子瘦的，来爷爷这天天吃肉啊。爸，他们娘俩最近得在这儿住一阵子，陪陪你，正好，也要您过过当爷爷的瘾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行，干嘛？我们错了。啊，我主要是太困了，想玩会儿提神。您千万别误会啊，我白天从来不玩的。接着玩。我让你接着玩。死，没关系，有本事你再来一把。什么？人跑了？ 我不是让你好好安抚人家吗？我不是让你跟人家坦诚相待吗？没敢彻底坦诚。我好不容易做通了唐教授的工作，让苏岩来负责日本的项目，你可倒好，给我搞得鸡飞蛋打，把事情给搅和黄了，现在把人都给搅和跑了。